现在我们开始做了，做这个甜甜圈，那个盒子呢？我们要开始做这个甜甜圈黄色的部分。对，黄色的甜甜圈部分。好，首先要打开这个黄色的部分，先剪开来。你待会我的挖洞机要拍。等一下，他说先倒水哦。好，来，先用这个来倒几次。他这里说，你看到没有？几次？两三次啊。对，三次是。你知道哪个格子吗？嗯，好像这个正方形吧。哪个格子？哪个格子？我不知道，是正方形吧？哎，他说这个是星星，星星是哪个格子？星星这个，对，星星的。好，那三尺，三尺，首先是一只，两只，三尺。好，来倒下去。好，倒下去，倒。哎，你的小汤匙呢？小汤匙。好，你倒下去吧。好，倒全部我。嗯，对。哇，是白色的。等一下，他说搅拌搅拌，看一下。我也要搅拌。啊、哇，黄色的妈妈，我也要搅拌。好。妈妈，我也要搅拌。好。我也要搅拌。好好好，那你们一个人搅拌五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完了。五，好，换姐弟了。来，姐弟五下啊、哦，搅拌五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到我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到姐姐了。哇，好漂亮的颜色哦。是啊，是 yellow。好，拿起来玩吧。搅拌完了，均匀的就，哎呦，小心，你不要倒出来。小心什么小心、就是、蜡笔小心，对，现在可以拿起来，然后搓圆圆，对，拿起来搓圆圆，对， no no 不要放桌子上，是放在手手上，对，放这里可以，放在这个袋子上。好，来搓圆圆，搓圆圆呢，嗯，我的玩具要搓，先玩啥，先让我们干净了耶，我想吃了，全部一起搓，不能只搓半颗，都可以吃吗？对，所以手要干净哦。我手干净可以吃，现在就可以吃了吗？还是做好再吃？来，这些全部拿起来。对，全部再拿起来。好漂亮的宝石啊！姐姐，这个宝石送给你，没关系啊。呀，好，你搓圆圆给大家看一下，圆圆呢？圆圆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圆圆哦。把圆圆搓好了，也要怎么办？好，分成两个圆圆在这里，放在上面。哦，两个眼镜吗？对，要搓成圆圆放这里。我来搓一个，还有弟弟搓一个。你痛啊！你在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搓圆圆。我拉姐姐耳朵，我有跟姐姐说对不起，姐姐对不起，没关系。放在这个黄色上面吗？对呀、啊欸。他说对，放在黄色 yellow 上面。放好了吗？放好了。你要像我这样的圆才好哦。然后把它捏小小的，就是它要捏小小的，捏什么捏？捏泥巴。放在这个上面。好，姐姐到你了。我不行。那我帮你用一下。就是捏。等一下，我们做巧克力酱了。不是啊，是做甜甜圈。好，现在是两个了。然后这个是甜甜圈的洞洞，
这边，你把它放在里面，我先用我的，好吗？好，我的挖土机在这里。我等一下用给你看，有多的给你。哇，有彩灯！彩灯就彩灯，不要看了。漂亮颜色，哇，好漂亮！好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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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关系。一个甜甜圈就用好了，换我了，换你了。Yeah, 甜甜圈，这个已经歪了。好，就把它用正，不然甜甜圈就不好看。你看，甜甜圈。我要用这个其他的甜甜圈。好，先拜拜喽。